好，我们这次放他们回去，因为现在没有带那个打氧的装备哈，可以带回去鱼池放，没办法，先放掉。这条小海沟，有那一种大肚鱼，不是那种纯淡水的大肚鱼。小时候我们住王宫，我们都会到海沟去捞大肚鱼，它会长到很大只哦，大概那么大只，大概会那么大只，而且是公的哈，身体哈都会有它的鳍啊，都会有亮光亮片那种感觉，它可以在淡水生存哦。目前这个是纯海水的海沟啦，不过以前我们小时候可以抓到我们自己的水池，去放，然后繁殖了一堆，所以确定它可以在淡水完全淡水来生存。好，先来抓一些看看，看是不是以前养过的那一种。好像它的学名我忘记了，好像叫什么茉莉还是什么带酱茉莉还是什么，我不确定。如果有抓到，到时候再查一下。很多小鱼，小黑公，不是目标鱼啊，还是太小的，待会放掉。看看有没有目标鱼。这里一只，是我讲的那一种。这只是母的，它公的体型会相对很大，而且它的背鳍跟尾鳍会有亮片，不知道叫什么，茉莉还是什么的。这个要再 Google 一下。这个如果有带打氧设备来，就可以带回去鱼池里面放，可以繁殖哈。OK。好。先放掉哈。来点，来看点。刚呢？那刚呢？给。大只，是大只，而且伊起亮片。好漂亮诶！你要抓起来，小心啊！它刚好卡到洞。颜色很漂亮诶。垃圾设计。这个爱吃饱的嘛，用看。这缸的蛋鸡仔嘛，安个就细只。这就是公母。好了吗？你再拍一下。好啊。来，你给我口袋手机出来。
哦，这就是我讲的公的跟母的，它公的可以长到真的那么大，然后那么粗，哇，不开玩笑，母的哈，真的成熟的时候，大肚子的时候也可以有那么粗，公的可以那么长。好，我们这次放他们回去，因为现在没有带那个打氧的装备哈，可以带回去鱼池放，没办法，先放掉了。哎，这就是我讲的那个，细汉饲的。海大陆鱼，嗯，啊，但是淡水拢会当生存。嗯，嗯，迄个水也在烧，啊，你搁会看到伊亮光。啊，它还有尾巴。对。迄个那斗鱼啊，这当吃啊，伊伫淡。嗯，伊。我买西啊。可是我们没有带打氧的、啊。要改天、哦、小心，改天你如果要养的话，你要再打氧的来用啊。这不是目标鱼的小鱼，哈，都要给它放掉，放回去。哎呦，这个还有吗？哎，也还有。公的母的。都一刚好一公的母，等一下再拍一下。很漂亮的。那就一公一母，再来看一下，它如果大一点哈，那鳍上啊亮点会更明显，就是这样子。OK，